好，中央通持续带您关心基隆平浪桥头这边的山崩的意外哦。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巨大的土石都已经阻断了整个的滨海公路。现在滨海公路这边是中断的状况，而现在消防人员呢，他们也是持续的加大这个封锁线的范围。而我们刚刚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是，消防这边派出了空拍机，沿着海岸线这边来飞行，看有没有其他受困的车辆以及人员。而就在刚刚回报的时候呢，是已经救出了2名的民众，还好他们都是受到轻伤的，目前都已经被送到医院治疗。而根据了解呢，他们当时透过空拍机画面有发现一辆车是受困在这个巨大的土石堆里面，而且车辆已经严重变形了，就怕还有人受困在里面。那还好呢，经过他们这个这个查证之后呢，发现当时的车主是及时的脱困了，目前车主已经离开了现场。所以呢，这一起山崩的意外呢，总共造成了九辆车受困，那还好目前呢都已经自行脱困，没有大碍的。那我们刚刚也访问到了当时这个发生土石崩落的时候，有一辆计程车司机呢，他是沿着这个平浪桥这边要开到这个海岸线旁边这边来休息的。他今天是跟太太就出门来走走，结果在车子整理东西整理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听到后面有发出非常大的巨响，接着呢这个大量的石块就像下雨一样瞬间的掉下来，而当时呢这个石块是砸中他的这个后车厢的。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他的车辆呢是严重已经变形了，而当时因为受到这个巨石的压力的关系呢，他整个人的是已经头有点往后仰，脚也卡在这个油门刹车的前面的那个空间，当时他真的完全没有办法逃出去的。而还好当时就有一名这个脚踏车的骑士，他听到这对夫妻的呼救呢，是赶快到窗边先把车窗呢先敲车窗确认人员有没有安全，再把这个车门给打开确认这个司机的状况之后呢，跟司机协力一起把这个身体呢赶快的推出这个车子外面。好险呢有这样子做，因为当时还有不断的这个石块持续的掉落哦，所以这个脚踏车骑士呢真的是这个计程车司机的救命恩人，所以这个脚踏车骑士他其实身上也多处的擦伤，目前还好也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而计程车司机的太太呢，他当时是坐在副驾驶座的位置，还好也是没有被这个石块直接砸中的，但是因为石块这砸中了这个车子的关系，造成车子变形，所以妻子的手臂呢也是有多处这个擦伤红肿的伤势。而因为这个计程车司机呢，他也提到说今天也是难得跟太太出来走走休息，就发生这个意外。那现在因为车辆呢，它已经严重的变形毁损了，而且是卡在这个巨石堆的海岸线旁边，要把他们给拖出来或是拉出来，目前的现场状况其实是有难度的。所以现在这个计程车司机呢，他们在现场也跟这个警察人员提到说有关于赔偿的问题，但因为现在整个的搜救的状况呢，其实还算是蛮不明朗的，因为现在整个石块是阻断这个滨海公路的关系哦。尽管说现在确认这个人车没有受困，但是因为土石严重了阻碍到这个道路的关系，所以他们也要继续的研判哪一条路线比较好过去。所以现在对于这个赔偿的问题呢，现在车主他们其实也是蛮头痛的。那这个计程车司机也说了，因为他是跑个人的计程车，所以他是没有隶属任何公司的，有关于赔偿以及后续的这些工作呢，都是要由他自己来这个进行的。那他也提到说，因为现在车子毁损的关系，没有办法开计程车了，那现在也会担心生计的问题，那包含像是太太手臂现在也受伤，目前消防这个警察呢也是跟他们留下资料，方便以后来跟他们联系。那至于有没有可能国赔呢，警察这边也是跟他说这个还是可以试试看，但是目前还是要以救灾为主。那相关的这个赔偿呢，恐怕也是这一起山崩意外之后要来讨论的问题。那这起山崩意外呢，就发生在今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当时有不少的这个民众呢，他们是听到土石崩落的声音。那现在这个透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土石崩落的范围还蛮大的，整个是已经阻断了两边的去路。所以现在消防呢，他们是把所有的人员集中在桥上，因为现在我们现场可以观察到山壁上面还是持续的有大小石块崩落，所以发生山崩的可能性其实还是蛮高的。所以他们现在除了原本拉的封锁线之外呢，又继续加大整个范围继续扩大。
要让民众不要来往这边靠近，因为现在现场还是持续的有不知情的民众要来从这个桥上过去到基隆比较热闹的这个观光景点呢，也是被警方请到这个桥上，请他们不要往这边靠近。那现在这个出动空拍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巨石堵住这个滨海公路的关系，消防人员他们没有办法徒步的往山壁的另外一头前进，所以就在刚刚灾害发生之后呢，他们是紧急派出了三架空拍机，沿着海岸路这海岸线这边来飞行，来观察整个巨石堆的状况。而也是透过这个空拍机呢，他们也发现当时是有一辆车就困在土石堆里面的，好险呢车上已经没有人了。当时这个刚刚呢这个警察他们也联系上了车主，车主说说事发当下他就已经自行脱困离开现场了，所以这一起意外呢，总共造成九辆车一度受困，那两名民众是受到轻伤的，其中一名民众呢，他就是非常英勇的去救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脚踏车骑士，他也是全身都有擦挫伤。那现在空拍机画面已经转到了山峰的另外一头了，可以看到呢，其实就在我们记者所在的位置，他们的山崩状况也是一样的严重，因为这一次的土石崩落掉下来的都是非常巨大的石块，严重中断了整个的滨海公路，所以现在呢，包含消防人员他们搜救的路线都还要再重新评估之外呢，也要防范再次崩落的危险，因为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是可以观察到山壁上持续的有大小石块不断的掉落，而且呢，当时候掉落的时候，巨大石块也砸中了护栏正下方刚好就是中油的油槽，好险是小石块砸中这个油槽旁边的这个管线哦，造成一些漏油。那稍早刚刚在这个人员他们也铺上了吸油棉，以及撒上的碎石来吸油，防止这个油继续渗漏。而好险这起山崩意外的巨石没有砸中这个大型的油槽，否则呢，根据消防人员的说法，是有可能会发生爆炸的。爆炸之外呢，油也会往港口流进去，造成严重的污染。有没有还看到其他的车经？其他车经过？有啊，那声音很大，是不是？是还好。你来不及闪，对不对？是不是速度很快？对。有没有还看到其他的车经？其他车经过？有啊，那声音很大，是不是？是还好。你来不及闪，对不对？是不是速度很快？有其他车在你后面吗？不晓得哦。前面我是知道的，前面有。前面有车哦。对。好，我们这边要过来，那就可以这样，你看啊，我们是这个安车。好，我们这边要过来，那就可以这样，你看啊，我们是这个安车。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